这里是东海门户，是阻挡海妖屠戮中原的最后一道屏障。那一年，千年龙妖作乱，欲夺取我殿手中的镇关之宝乾坤剑，大开杀戒。顷刻间，陈塘关陷入一片火海，百姓死伤无数。 真不错，您手上的那个卖的特别好。这个，你看那对面那个美女是向我招手还是向你招手？当然是向我招手了。说着干嘛？ 再用我的催眠术把他的扇子拉低一点。为什么不直接把他的衣服？喂，我们是正人君子，好不好？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？所以我在提醒你不要这么做。喂，原来我错怪了你。哎，今天晚上请吃饭了。这必须的。嗯。哇！摇下来真是匪夷所思。 那他应该是在向你招手，向你招手，你招手，有总比没有强啊，对不对？是，上，偷东西的贼，别跑！把我的天机还给我，给我抓住他们，抓住他们，把东西还给我，让开！给我站住！你！陈老头，给我下来！
兄弟，请起。李金缕刺痛我铁骑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兄弟，请起。宗妹大人，李某惭愧，幸而母亲走得早，实在下管教无方。兄台放心，你的一切损失在下定会承担，请这位兄台到后堂让郎中诊治。是。兄台，这轮你知道吗？我这些年一直特别后悔，当初要不是我父亲。 我娘就不会困在这里，所以你一定要帮我打开封印，救出我娘。哎呀！哦。 这小爷根本就敲不动，要不要帮个忙呀？哎，来得正好，哎，换把新的啊！大一点的啊！哎，其实那个封印呢，我没用，烧过，水浇过，倒也跳过，这一点动静都没有呢。铁老头那东西呢，缺斤少两的，一撬就断了。 当年总兵大人是用那把剑封印，哎，那把剑呢？那把剑，10年前封印龙妖的时候就断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哎，总比那个铁匠的假货好啊！对呀、啊，哇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？今天早上，哈哈，不过我还是排第二，你才排第一。那当然了，哎。 我要报仇，杀掉你一群人，杀掉陈塘关所有人！遵命。静儿，你怎可屡教不改，横行事端？你这样做，让我如何面对陈塘关的百姓？哼！爹知道，对你的照顾不够，可是你已经长大了，没日之要胡作非为。 你对得起你娘的在天之灵吗？哎，我娘没死。住口！你跪在这里想清楚，想不清楚，就不要出去。报！大人，陈塘关突现数只妖物。 现已乱作一团。什么？哪里来的妖物？马上集齐人马！是。郑伦这小子动作还挺快的嘛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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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。嘘嘘嘘。哼。这个就是断剑了，就是他。走走。好。
这个，你看，哇，杨，这次我一定会把你揪出来，一定出。这妖怪不是关在您府上的吗？怎么跑出来了？不好！快点，冷静！坚持，坚持！喂，静哥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给我住手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总兵大人，别打了！总兵大人，总兵马灵，别打了！他不是我爹，我没爹！混账！来人，押起来！是。你杀了我，你杀了我，你的老百姓就不会陷入危险。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打开封印的。死了！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能放他出来。是是。大人，当真要将少爷送去东域死牢？他若是留在神堂关，迟早会生出祸端。可是，不必再说了，我意已决。是。夫人，静儿大了，我管不了她。望你在天有灵，能护得周全。少爷啊，我们这儿赶了一天路了，委屈您一下，今儿晚上就搁这休息了啊。识相的话，就快点把我放了，免得我兄弟将来来救我的时候，你们连喊一句救命的机会都没有。哈哈，今天都说了15遍了，是16遍了。对，16遍了，哪一遍来救你了？他今天晚上一定会来救的。少爷，省口气，来暖暖身子吧。我不考，要考你们自己考。我要等我的兄弟过来救我。哈！身为李靖的兄弟，兄弟被抓进了大牢，还有心情在这里吃鸡？啊，也是啊，像李靖这种人，哪会有什么兄弟啊？小
兄弟们，喝酒去。好。男人婆。说什么？不是我说的，是他哎，跑了，我们追回来。你就是胆小鬼，还到处自称是李靖的兄弟，你不配。靖哥，你是坏人吗？哎，我当然不是坏人了，其实他们才是坏人。你别看他们穿着衙役的衣服啊，其实他们是人贩子来着。啊，你好可怜啊。就是嘛，你就做个好心人嘛。哎呀，谢谢啊，舒服多了。对了，姑娘，你这三更半夜的，你怎么突然一个人在荒郊野岭出现呢？实不相瞒啊，我本应陪着家父去朝歌经商的，没想到半路却遇到了劫匪，家父也惨遭毒手，结果就剩下我一个人流落至此。我走啊走，实在是没有力气了，就只能在这里唱歌缅怀一下。唉，实在是太可怜了，没想到姑娘跟我的身世竟然如此的相似。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娘亲就离开了我，所以我最清楚没有亲人的那种孤独。公子，没想到我们也是同病相怜，不如以后就让小女子陪着公子吧。小女子愿意为奴为婢，一直陪着公子。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又怎么可能是乘人之危的那种人呢？既然我和你这么投缘，不如这样吧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啊？怎么了？不方便？啊，那好吧。这边请。就只有这一条路。还未请教，姑娘你芳名呢？小女子红福。哎，很好听的名字啊！我叫李靖，木子李。来，我们去那边坐吧。倒啥？可以啊！买什么呀？酒酒啥？麻烦你。来，给我倒啥？买上。这钱就不错。不用怕，这种场面我见惯了。走吧。站住！既然来了，着什么急走啊？给大爷喝一杯啊！喝一杯啊！各位大哥，我看你们是误会了，其实我们两个还没成年呢，不能喝酒，打扰了。怎么能？这大晚上的，带这么一个水灵的姑娘，遇到坏人怎么办呢？要不哥几个保护一下？哎，
哎，我们保护啊，我们保护。但是这真不能喝，大家靠边。给我砍了他！将军，还不束手就擒？啊！咬我！师父，这妖女我们该如何处置？此妖非比寻常，连老夫都看不透啊。或许这便是妖的残魂而已。若此妖的本体出现，别说你们，连老夫……那这锁妖塔可否镇得住这妖物？只是一缕残魂而已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本妖的底细，以免妖王现世，危害苍生。说，你与那妖女有何联系？什么妖女？我们才刚认识的，我不知道她是妖女啊。再不说实话，我就杀了你！你们说杀就杀，还有王法吗？还有天灵啊？擅闯昆仑山者，斩！是是。喂，是什么事啊？哎，喂，且慢！终于有一个人是讲道理的了。先把此人双眼挖出来，再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，做成肉饼，这才刺激嘛！等等，渡厄真人，昆仑山的渡厄真人是吧？陈塘关李全的儿子李靖啊，我经常听我爹说起您的仙风道骨，玉树临风，没想到见到真人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、啊、这次爹让我来呢，是跟您老人家学道的。跟我学道？当然。想当初李全那臭小子在我昆仑山借了把大宝剑，至今未还，现在还敢让他的后人来，拖出去砍了！拿一把钝点的刀，让这小子吃点苦头。是，等等。其实我这次来呢，是谢恩的。谢恩？对。你接着说。自从呢，他把那把刀弄坏之后呢，睡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好，就感觉自己一夜白了头。当然了，他虽然一夜白了头，但是真的白的没有你那么帅。所以呢，他特地让我准备了一些金银珠宝啊，美酒佳肴啊，就拿过来给您赔个不是的。哦，过几天就到了。李全这小子，真得有这么好心？当然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摆事啊！等等。哎呀，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哎呀，好徒儿，来来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呀、啊！哎，师傅，听说呢，这昆仑山就像神仙仙境一样，尤其是这里的上古神器特别的多，不知道是真是假呀？哎呀，这个别的不敢说啊，天庭的神器啊，在我昆仑山是只多不少啊、哦。就像你爹借的那把神器，在我这儿只不过杆杆窄罢了。哇，那徒儿有没有荣幸可以开开眼界呢？这个乃是我昆仑山的禁地，哪是你想见就见的？哎，又是吹牛了，怎么可能比天庭的多？没准啊，一个都没有。哎你，哎你这个臭小子啊，跟我来。
臣妓宣主才是啊。宣主？嗯。瞧见没，为师修炼了百年才受到了紫拂尘的青睐，你小子还倒得很。师傅，这个好。喜欢这个？那你拿来看。它好像个玉米啊。哎，那边怎么了？我就不信我抓不到你。所有守卫日夜坚守此处，凡有异动立即向我汇报。是。这陈塘关怕是要不太平了。亏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可惜是个妖怪。你不是走了吗？在走之前呢，跟你打个招呼，毕竟相识一场嘛。所以你是不打算救我了？救你？我平生最痛恨妖怪了。要是我说我能救你，大胆李靖，竟敢擅闯藏宝阁！那，你别欺人太甚啊！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李靖他擅闯藏宝阁，图谋不轨。你个臭小子，为师早就知道你对宝塔有意思了。这只不过藏宝阁是你大师兄看守的嘛，你要夺宝，你答应他喽？大师兄，之前我不还手不代表我怕了你，要是我动真格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连喊救命的机会都没有啊。那就领教。喂，取到了吗？没有。
那你回来干嘛？不怕他们发现吗？过来陪你啊。你一个人在这里还挺难熬的，而且还加上这些锁链啊什么的，那么辛苦，怪可怜的。陪我？嗯。自从我娘走了之后呢，我就知道。好吃，我还是第一次吃呢。哦，这个，这个叫点心啊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以后我每次来，我都带给你吃。嗯。你笑起来挺好看的，好像我娘。其实，我可以教你武。师兄弟的绝活都让他给学学了。
话。哼，小子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啊！哎呀！干！哎，等一下，大师兄，不！哎呀，2006，那现在怎么算啊？算零了。你拿到了，给我。哎，那你要信守承诺，说到做到啊。你这动静太大了，他们会发现的。吸食万妖丹，妖气过盛，留不得。是，默许伤害他。臭小子，闪开！娘，
是在叫我吗？把断剑的残骸拼在一起，就能打开封印了。我不会再相信你。不信我，你还救我？难不成你喜欢我啊？那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不是感情的问题，是你有没有骗我的问题，知道吗？那可明明不是什么宝珠，那可是万妖丹呢。那我吃了万妖丹就能妖力大增，自然就能打开封印了，这也不算骗你吧？那就算是这样，我也不会再相信你了，我会靠我自己的方法去救我娘。你确定你不会后悔吗？再见。喂，静哥，总兵已经知道你出土的消息了。这二日封印也有破风的声音，我刚在总兵府听到总兵下令，一日午时便集合天地间的能量，将封印彻底摧毁。你回来继续破坏封印，惹出祸端。喂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哦。据我所知，断剑的残骸在三个人手上。陈奇，我爹的得意助手，每日激将准点起床练武，算得上是陈塘关第二大猛将，光武艺惊人，体力更是惊人。五步之内无一人敢靠近，就连我爹都要退避三舍。练武之后会准时去王家禁卫馆喝斗争，早晚会照惯例拿出最馊的陈年斗争供他享用。由于是陈年斗争，里面多少会有些酒精成分，喝完即可断片，这也是唯一有机可乘的时机。另外一位看守者是秦虎，我的舅舅，陈塘关关口的金牌守卫。自我母亲消失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进过城半步，整日守在陈塘关关口，严密地查看每个进出口可疑的人，没有杀错。站住！肚子里藏的什么？能藏什么？这就是我的肚子啊，没藏什么。平常人哪有这么大的肚子？老实交代，你是什么妖怪？秦虎叔，你是我，李家的发小。你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小时候还抱过我。我的肚子从小到大都那么大的。少来这套，什么时候抱过一个妖怪啊？走，详细检查，走。最后一块放在城南的仙湖处，不过具体地址我也不太了解，只知道那是我爹最放心的地方。仙湖，那交给我吧。那我怎么可以确定你不会再骗我？现在我是你唯一的选择。那个秦虎是你舅舅的话，你去比较方便。最后一个呢？什么陈奇？我已经有了最佳人选。文哥，以你英勇的身姿，英俊的脸颊，这里有一个非你莫属的任务，搞定陈奇。啊，陈奇。
我就知道会有问题。小孩，你可知道这湖中有断剑残骸？我知道啊。你可知道如何取得？你是取不得的。年纪挺小，口气倒挺大。残骸就在这湖中，能取的话你取得便是。装神弄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此湖乃新旧，可造出人的贪嗔痴、真善美。倘若你的真心可以感动他，自然会拿到残骸。身上偷东西，说有什么阴谋？不说带你去总兵府，看你说不说。我有阴谋。说。我的阴谋就是你。没错，我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情不知所起，一往情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不要问我现在说什么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不只喜欢你现在的样子，是你什么样子我都喜欢。我不怕你现在不喜欢我，甚至让我独自尝遍世间的苦，我心里还是想与你重逢。我现在生命只剩下三件事：我爱你，爱你，你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。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我娘没有死？静儿，你的母亲已经死了。你以为我不想让你的母亲活过来吗？你知道我多后悔，当初死的人不是我吗？残骸给我。我知道你一直为你母亲的死而自责，但人死不能复生。孽人，我才没有死。你宁愿相信那个妖怪，也不愿相信你的亲舅舅吗？你凭什么就相信我娘已经死了？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。哎，郑伦，哦，哎呀，伤痕累累的呀！等一下，不是这样。
那是什么呀？别管老舌头，现在疼。明白，我不问了。拿到了，拿到了。啊，你的呢？还可以。我家那个女妖去找了。仙湖那个地方，连仙家去也未必能讨到好处，让那个女妖去，肯定办不到。谁说仙家办不到？我就一定办不到啊！怎么样，拿到了吗？啊！李姐，对不起。夫人，为父对不起你。静儿这一走，怕是不会回来了。她心中定是怨我，恨我。只盼夫人在天有灵，保佑静儿一生平安。什么人？兄弟，醒一下，兄弟！我现在就去帮你报仇。我是不会让你过去的。那看来我就只能让你死。我是你的话，不醒来会比较好吧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娘是活不过来？如果我说能，你还会信吗？我信。哦，那是因为你是我的朋友，你是不会骗我的。其实你母亲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死了。现在肯定特别恨我吧，李姐。我不想杀你，快逃吧。好样啊，你
你封了我一时，却封不了我一世。待我恢复原身，血洗陈塘关。一样的英雄，玲珑塔，助我斩妖降魔。归正，将功不过吧。彻底魔化了，我们打不过他了，跟老百姓一起逃吧。赶紧走吧，自己惹的祸我自己扛，你走吧。但是城里还有百姓，你带他们出关，这龙妖
来对付他。走吧。哎呀！我要给我上头一场官司，十年了，我要你们付出代价。一个平凡的女子，陪伴在公子身边，让你不再孤单。我修炼了数百年，却被凡人封印在地下数十年。没错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杀人。子无乃心境，可以照出人的贪嗔痴真善美。倘若你的真心可以打动他，自然可以拿到残骸。你可曾有过善良之本心？可曾有过真心对待之人吗？每次来都给你带吃的。哥，那你就是我的朋友。朋友？
物归原主，弟子未经允许擅自拿走昆仑山宝塔，望师父责罚。此塔助你收服妖龙，功过相抵，你进来吧。谢师父。你能拿百姓的危难建立在自己情感之上，此乃大义。你放心，为师定将此塔放入净化池里度化，望有朝一日他能投胎转世，重新做人。别追着我了，救命啊！赵伦，你再走开！救命啊！站住，赵伦！哎呀，救命！救命啊！赵伦，救救我呀！救命啊！哎，这个！我，大哥，站住！不是我，你占老娘的便宜还想跑？哎，大哥，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！你老娘这辈子就是这样的了。你是在找我吗？你唱歌的声音很好听。